喂，宝宝，哎，我们干嘛呢？我们在坐着。我现在跟妈妈，然后我们大家都按摩呢，在按脚呢。我们泡澡呢。泡澡啊？对呀、啊，这里出了一身的汗。这里有个好大的温泉，太好了。你看露天温泉，我们都在在露天温泉。露天温泉的，我露天温泉，温泉啊，那也很爽哎。宝宝啊，给，你今天想干嘛呢？生气呢？坐着。阿姨们都说，你这么可爱的媳妇小媳妇儿，把你怎么说的？抛弃了，抛弃了。你再不要他，我们要给接走了啊。因为他想不想你？你想不想媳妇儿啊？我想媳妇儿。那为啥没选媳妇儿呢？对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有用吗？对不起有用，叫警察干嘛？妈，哎不，是老婆。他那在喊我喊宝宝。老婆啊，你还知道吗？因为每天我们都腻在一起啊，跟妈妈也每天在一起啊，我们一起啊。但我们一天24小时基本上跟妈妈说话的机会很少，每天都是咱们俩聊天，每天一起休息啊，一起出去玩嘛。每天回家很晚嘛，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。我说叫妈妈过来，我觉得因为你，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，特别懂事的，懂事呗。我不是懂事吧？觉得你脾气比较大，也不了解人。我觉得我们不聊了吧。宝宝啊，宝宝，但我一路走来，我觉得，觉得挺热的，你有话快说吧。我往前跑，温泉男生都是喊。我一个人去小便的时候，小便，我是免提的。这每次你都陪着我啊，就突然觉得啊，我少了点什么了。这两口子聊的话，聊到哪儿去？这是我妈的声音吗？他们肯定在一起，我估计。哎，江潮，你帮我问一下，我妈在吗？静姐问浩哥的妈妈在不在？在呢，在呢，把电话。静啊，你看看呗，你老说啊，你老公这么的那么的，结果你老公你在我们两个人当中选你走了，对不对？我妈说不在意还是在意。我不怨你，静啊，我一直认为你是好孩子，知道吧？你想骂能怨谁呀、啊？要怨就怨节目组，他们天天晚上不睡觉就憋这些坏招。看吧，我儿子腿地干净二净。不是啊，节目组再给你出什么主意，你自己得有定力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节目组让你上东你就上东，你不能向西呀、啊。那可不是签了合同了，要不要尾款了还？什么时候签合同说这个可以不带妈妈呀？妈，你想着点啊，三木大军赶来了啊！什么大军赶来了？妈妈，哎，啊，静，你洗温泉了吗？哎呀，这泡的都满身都是汗呢，可高兴了。头发怎么办啊？头发你看昨天变形了吧？今天一点形也不变，把它蒸汽往上走，跟我头发没关系。笑啥？怎么会？你以前我叫你洗你都不洗，为什么小麦叫你洗你就洗啊？你怎么对别人媳妇这么好呢？我跟小麦两回事儿，你知道不？小麦现在已经是我姑娘了，是我干妈了。对，你看着没？我已经是她干妈了。干妈，又一个干妈。虽然你也是我姑娘，但是你看，姑娘儿子两个人走了，去消场去了，也不带着我。那你说我不赶快得认识干女儿怎么办呢？这干女儿今天领着我们又跳舞又泡澡了。那你按你这么论的话，江超该给我叫大舅哥啊。管你叫什么？大舅哥。管你大舅哥。妈，我听到了，大舅哥。哎呀，江超都喊大舅哥了。你听见了啊？那你们快回来啊！拜拜。我给我妈打一个。回来了，那就坐一排，也行。哦感觉要问罪。一
秒入戏，演员请就位。绷住你，绷住你。这迎接比较隆重，拿我们的气势来。对。不，他们还没来，你先本着脸干什么吓人来着？把感情怨得足足的。就这样，霸气的坐着。你们终于回来了，还知道回来？想从这里过去，每个人表达态，态度好就过去吧，态度不好就在外面睡觉啊。你看啊，你说女儿能不能那拉下脸儿？你这关键啊，你得拉下脸儿来。他是对老公的，不是对婆婆的。对，就是对老公。我是对谁的？我不行了呀，我不能霸气。阿姨，好，小芳阿姨，看到你了。哎呦，我看见这俩了。你好，阿姨。哎，好好好好好好好。在这哪儿啊？哎，你们还好意思手牵手？快去抱抱妈妈去。小静没毛病。那我有毛病啊，我给你带好吃的了，吃的我爱吃什么？锅巴。那是你们爱吃的，哪是我爱吃的？你是演技最好的，你等一下又要落泪了。对啊，又要哭了。哎，坐。来，我干妈。姜潮啊，你好。睡着了。姜潮啊。哎，你媳妇是我姑娘了，现在啊，老好了，给我们跳舞照顾我，特别好啊。我们是组合了，现在姐妹是什么？深情姐妹。我们叫婆婆妈妈，姐妹情深。哦，对，婆婆妈妈，姐妹情深。对，我给起的名字啊。行了，上去休息吧，我看了。休息吧，都累了。哎，我女儿抱抱，我太好了，我想领她走了。你这一会儿不来，我就带她走算了。再见。我说。没事，跟你走。你不准理他哈！哎呦，你！哎呀呀，姜潮的表现的也太出乎意料了！哎呀，没了，狠心了，回去吧。哎呦，好了，阿姨，拜拜，回去吧，再见，哎，我非常孤单的离开了。